Tree limbs stretched, crazed over my path. The night sky. 各位 LTV 的读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晏。最近忙着是宣传我刚去年拍完的一个电影，叫做《黄飞鸿之英雄有梦》。拍之前压力很大的，但是我觉得，所以在做这个戏之前的准备功课也就做得特别的足，花特别久的时间。这部戏是我拍过拍摄时间最长跟打戏最长的一个戏。那打的部分，因为跟过去学的西洋拳啊或巴西柔术不一样，它是武术。那武术的东西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一个训练，我觉得武术方面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那再加上有以前很多前辈的经典的演出，所以在拍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。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黄飞鸿这个故事经典创新，然后传承他们的这个精神，希望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喜欢。我不觉得我很成功，我只觉得我是演员中的工人，苦力活就是特别要做比较多的付出吧，但我也喜欢，因为觉得能者多劳嘛，我妈说的。那现在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尽量拍一些不同类型的动作片。以前进这一行的时候就很想拍动作片，很想做英雄啊，现在也做到了一个角色，所以希望有更多不同的类型。我想拍拍枪战片，疯狂杀手啊，搞笑啊，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就希望大家可能可以多多支持我的新电影。Eyes unseen。我们的餐厅